好，内政部到了没？内政部还没到，他们是预计常务次长会来。邱次长。要来。哦，拢遮济啊。哦，对啊。好，那么今天早上啊。民主进步党党团特别请求要我来召开针对不当党产的一个一个协商会议啊。那么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啊，蛮多版本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协商啊。那么在进行沟通协商之前啊，是不是请这个民主进步党党团来说明这个召开协商的一个旨趣啊？那么在协商之前，现在有法务部法律事务司林秀莲司长到现场啊，那内政部他们会派。邱次长，但邱次长现在还没有到场。不过邱昌月，啊？政务官要不要那个联络一下？因为我们是临时哈，谈到民主进步党临时提出了啊，那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个看有没有好，一定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法令上有的没有异议哦，还是要请政务来哦，他比较会清楚，好不？好。因为我们整个的法案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没有行政院的版本，没有民进党党团的版本，所以这个代表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我们认为必须要政务的次长。理论上应该是部长啊，以前我们在协商都部长了。部长好像早上他的，我们理论上他有行程啊，本来要来，但是他有行程啊，我们还是联系一下。如果部长能够来，就请部长。部长不能来的话，请正次来啊。好，以前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慢慢开始进行了啊。那请柯委员来针对啊，今天要求召集这个协商的旨趣。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今天这个协商是由民主进步党提出的，那因为有关于法案哈，当然过去几届到最后争执的法案，一定要请院长来组织超额协商，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程序我们一定要照这样程序来走。那我今天要谈一下说协商是怎么进行哈，当然相关部委代表也会来哈，目前。刚才提到的有关民主基本上党版哈版本哈，那我们用党团有一些修正动议提出来了，然后好像今天早上国民党有两个版本是吧？一个赖世葆委员版本以及党团版，个别委员的啊，你当然是属于个别委员了，有你个别委员的哈，而且另党团的嘛哈，好，那。过去哈，当然这个情形也发生，有个别委员版本、党团版本哈。那基本上我们应该讲说，这些版本差异化在了什么地方？那印象所及，那个亲民党也有版本才对吧？那时代电马屋嘛，那时代电和亲民党版本，当然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都有进来审查，所以有一个出委员会的版本，啊，那这个出委员会版本为重大啊，以为本哈，然后我们各不同的版本大家比较一下，啊，那在还没有做出对照表以前，啊，我们先谈一个，就是说，只要能够做对照表是最好嘛。当然一条一条来看哈，一条来看，那先讲哈，这几个版本里面有差异的先放在一边，那我意见呢先放一边嘛，建议好像拢是安尼啦。没有意见的先放在旁边去，有意见的先放在一边，也就是说从有意见的一条一条来讨论，
那进入一条一条讨论，那让大家来充分发表意见。我认为这样的可能会比较有效率，而且符合过去作为协商啊的样态。那我们现在请国民党党团有谁代表要来针对这么一个协商啊？我们在沟通之前啊，先请大家表示意见。是谁要来代表来说明一下？叫安啦，我吼。那阿伯都哎呦，请求人的意见一下。好，还是要叫柯委员的意见啊、哦。就是我们就进入整个实质的。好来。国民党团当然因为今天这个修这个法，大家都心知肚明哦，就是针对国民党哦这个提这个修法哦。那当然国民党过去有。这个我们有一些历史啊的因素等等哦，我想这些当然在过去那种时代里面哦，这个有它的历史啊这个代表意义。那今天当然国民党已经这个并没有说执政哦，那当然民进党完全执政哦，那提出这样的话，但是党团的立场我先把它。做一些阐述跟说明。其实我们国民党在今年我们党团3月10号的时候，党团全体一致啊，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个决议案，就是说这个除了我们党里面这些退休人员啊、现职人员啊、他们的一些退休金等等处理完以后，其他全部都捐公益那其实国民党中央在7月14号也是一样做这样的宣示，所以说我们对党产本身啊，其实七除八扣并没有剩多少。我们本来我们就，但在党团立场，我们老早就表述讲得很清楚哦。但是啊，这一次在整个修法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要设在行政院下面的委员会，但是行政院没有提版本哦。那这个民进党哦也没有提版本，就是用民进党里面几位委员提的版本哦，这些版本来做一些每一条几乎都有修正哦。那修正的内容哦，要是说这个有任何我们有意见有异议，其实都是用那种强制表决的方式。那其实等于是说。所有的版本都是民进党自己主张的版本，好，那其实我们今天不是护产，我们是护这个里面有很多违法违宪，这些的条文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哦，针对这些内容，才有今天这个朝野的一个协商哦。那当然，站在这个身为立法委员的立场，我认为说违法违宪的不应该提出去。那个是会真的会让人家笑话哦。那当然，等一下针对每一个条文哦，这个大家来探讨哦。那针对问题，我们认为说，这个不当的地方，然后大家针对这个每一条文都来做一些这个做一些探讨哦。那我想这是国民党团我们。表达的意见跟看法。好，林德委员讲的意思大概跟柯委员讲的意思一样了哦，就是逐条看哪一条有什么争议，然后再来进行互相之间的协商。来，我们请时代力量这边哦，来黄委员。谢谢主席哦，我只有程序上面的事情哦，想要先厘清一下，就是说我们目前坐在这边所在进行的党团协商，目的是什么？是在处理程序性的事项，还是要进入现在突然提出来的条文进行逐条实质的讨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先厘清，因为我们事实上已经有两次实质讨论条文的机会，一次是在委员会，另外一次出了委员会以后，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也曾经召开过党团协商。当然，出席的状况是怎么样，不出席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再讨论。但是这一次临时会最重要的任务目的，就是要把
这一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完成立法的工作。那今天早上突然召开了这样子的朝野协商，我想在整个所谓的朝野协商的程序继续下去以前，我们先把这次朝野协商所谓的目的先定位清楚，到底是只处理程序事项，还是要针对现在所提出来不同的修正动议进行逐条逐条的讨论。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先定位清楚比较有助于整个程序的进行，要不然我们之前委员会审查也好，在协商冷冻期一个月内所举行的朝野协商也好，到底存在什么实质的意义，变成今天要坐在这里所谓的朝野协商进行整部法案条文重新的实质讨论。这个是我对于今天早上所举行的这个朝野协商在定位上面希望能够先厘清的地方。好，等一下我们再一并处理。等一下哈，来，那个洪金兄，亲民党的立场其实很单纯也很简单哦。其实国民党的党产哦，有它的历史的包袱跟它的背景在哦。那从这一阵子的过程里面，包括刚刚国民党的发言里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面对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非常难能的一件事情哦。那既然国民党愿意面对的话，我觉得朝野这边哦，应该就其实应该就是要用这种角度来正式面对这个问题。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哦，我们希望的就是公开透明嘛，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切都是处理就是公开透明。不过我们这边更期待的就是说，不要用这种仇恨式的，而是用这种理性式的，那好好的针对各个的版本，然后提出我们大家可以觉得可以符合社会期待的共识的条文出来，哦，我觉得这个才是可以解决之道。要不然的话，只是用一个表决的方式来处理的话，或许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哦。因为这个未来是要面对历史的，因为今天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单纯一个会期就结束的问题，这个会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历史里面会留下一个非常永久的一个记录在，哦，所以我们亲民党认为就是说，在既然国民党愿意面对，那我们就应该是针对他的条文的内容，大家就诚如刚刚柯总召包括国民党也是一样，有争议性的我们提出来大家取得共识，因为我们现在在场的所有包括各党团，大家所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单纯的单一的一个党产问题，也单一的要面对的是未来包括我们整个中华民国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点。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不要用仇恨式的，然后用公开透明式的来处理。那至于刚刚黄国昌委员所提的部分的话，当然是在委员会的审查或者是说在朝野协商是有它的一个过程在，可是当整个的一个时间跟背景，或许在党的各个党的想法观念会有一个转折，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折的话，其实在透过最后一次的朝野协商然后来取得共识的话，其实也不是坏事，哦，所以这是我们亲民党的立场。好，谢谢。好，现在我们再来介绍啊，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花次长啊，来代表内政部。好，好，来，那柯委员刚才，我补充说明哈，这是一个历史时刻，大家共同面对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今天包括耳后宴会的时间啊，大家很理性来面对我们今天的党产的问题。那我相信刚才开头我就讲很清楚，刚才黄国昌委员所提的到底是程序性的问题还是实质性的问题？朝野协商，我刚才也讲过，一旦求同存异，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意见的。我看国民党版本跟我们差一点，就十二个条文，没有意见的先摆在一边，有意见当然进入实质性的协商。朝野协商没有只有处理实质性，只有程序性，程序性跟实质性是并然在处理，是一个动作在处理。只要你今天只有谈不谈内容，这种协商没有任何意义。立法院这么多年来多少重大法案经过朝野协商，在这个场域里面也有协商，也有十次也有，但是呢这个法案是没有
大家都已经有非常强烈的自己个别的核心价值，那我们尽量谈，那也不可能说冗长一直协商，然后这个宴会都要协商。只要今天大家尽量谈，谈到十二点也没有关系，啊，然后有相同的，那我们就持续性，将来处理的时候就简单。一般正常的协商是这样，有一件才协商，没有一件放在一边，到最后没有办法决定，就那几条来表决。当然这个要经过大家同意签名的程式，到最后国民党翻要翻每一条都要表决，我们也面对。所以说今天，哈，我们要大家能够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哦，以今天国会多数，就说啊，这边谈一谈，赶快来一起表决，这种表演式的，啊，没有诚意式的协商，是只是会增加彼此一直越来越对立而已。我相信这个协商本来就是这样的程序，哦，我这样很清楚回答王国璋委员的谈法，这个就是如此，既有事实，当然也有程序啊，一直进行。好，来，黄昭顺黄委啊，过来再徐永明徐委。那个院长哈，其实刚才柯总召提到说国会多数的问题，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因为我们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3月14号，我在委员会特别要求，因为民进党执政8年的那8年当中，监察院已经在黄光雄委员也可以说调查了8年，那份报告柯总召有给我，然后在行政院当时也做了8年的调查，所以本席在质询的时候要求当时的陈美玲是当时的副秘书长，也是负责行政院这个部分的整个的召集委员，所以当时本席一直质疑说，这8年当中应该有做过许多的调查，而这些调查理论上应该说把这些资料都给我，所以在第二次的委员会写那个审查的时候，本席就要求那个召委必须要把，因为我在那个质询，他们还调了这个。我当时的发言记录，我想那个内政委员会当时都要把记录拿出来，请他们把我当时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的资料给我。但是当时我们的主席就是用多数暴力把这件事否决掉。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从3月10号我们党团会议说我们所有的党产要归零，这个我们都有共识。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你经过那8年的调查，理论上他们应该调查得很清楚，因为那8年是民进党执政。那如果说按照委员会这一次说要在行政院的下面再设什么东西，再干什么，然后警察也可以再搜索，其实我觉得这是叠床架屋，而且是违反宪法。所以我希望把那个基础拿出来，那个基础一拿出来以后，我们就能够就这个部分来做许多条文的审查，但是当时就是被多数暴力把它否决掉。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包括说在行政院下面设什么委员会，包括它的名称，我们都觉得非常有针对性，而且这种针对性是我们很难忍受的。我们愿意面对，可是我们不应该被这样子被污蔑。而且到今天为止，行政院这些报告还没有给我，依旧没有给我，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一件事。为什么到今天，既然你们做过调查，为什么不能够把调查报告拿出来给我们？是不是你们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或者有什么黑箱的？那或者为什么不敢拿出来给我们？好，谢谢。那我想想，妈妈，就正等，哎，共和，来，徐永明来他这个问题啊。徐永明委员，嘿。其实刚才黄昭顺委员的发言哦，就让我回想，我们又回到委员会了，只是说，院长那时候委员会主持我叫陈其迈，我就说，如果今天国民党、亲民党、民党党团都想要透过这个政党协商，院长主持的情况来做实质审查，可是如果我们的发言又回到委员会，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诚意或效率在哪里啊？好，就是说，如果各党团都说好，我们今天就是用政党协商方式来讨论实质的条文内容，那可是如果又回到委员会再重新讲一次，然后这边看起来又不可能用表决的方式，那到底我们解决分歧的方式是什么？好，就是我可以预想，讨论到中午每一条都没有共识，
我们应该进入实质协商开始的。不，那保委员，委员柯总长，我把它讲完。不好，柯总，柯总啊，我把它讲完。那我们是不是定一个比较清楚的规则啊？如果没有共识，那直接就到院会去表决。否则，委员会已经开过，那党政党协商我们也开过。啊，今天不能说，因为国民党心情好，今天决定来讨论这个实质议题，然后大家就说好，我们再来重新来讨一次。那等一下又没有结论，心情又不好，又下去或不来了。啊，民党的朋友六点就来站主席台，就是。大家都宣誓说，今天党产这个条文一定要过，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了。好，那今天如果再来循环，我只是想，院长在这边，我们不要再循环了，不需要再开一次委员会了。好，这个我们都经历过了，这样。好来，我表达一下哈，这个不当党产在内政委员会开过五次的委员会，一次的协商，所以这五次加这一次总共六次，所有的内容都讨论的。都非常完整。那如果国民党有意见，应该是针对审查会通过的条文提出，你们对哪一条有意见提出来嘛？这样我们在实质上在条文来讨论才有意义嘛？那今天个并购等于讲啊，关有意见啊，上面有意见，你打行嘛有意见，哦，这条定位本来就是你有意见嘛？啊，所以应该把你们条文讲清楚，因为我翻了你们浪费这么多纸张，结果总共只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你们对名称有意见，第二个是你们对主管机关有意见，第三个是时间有意见。那如果只有这三个，我们就这三个来讨论嘛，这样才是有效率，才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协商嘛。啊，不过并购等于阿伯的委员会都定无信嘛。我大家拢坐伫遐吼，所以足清楚啊，认真咧一行一条一条一条甲恁讲，啊，恁拢无爱参加，啊，无就无爱表示意见，啊，即摆再来。好，哦，那如果你们是针对这三件有意见，就这三件事情来讲嘛，这才是协商的目的。好，刚才啊，曾委好。院长还有各党团代表，基本上我非常赞成刚刚亲民党啊，李鸿钧委员的提议，他的看法。其实有关国民党党产，真的有他历史的背景，我们也需要面对，我们也必须面对，让他更透明。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也希望把它归零。所以基本上这个方向朝野的目标差距不大，这是第一点。目标上大方向，其实大家国民党愿意面对，那也让它更透明化，这第一点。第二个程序上，假设要立法，我们也赞成立法，但是立法不必要留下，比如这么针对性，一定要不当党产，一定要这么的一个定位。那里面比如说一定要设在这个委党产委员，一定要设在行政院。一定要有主导性。你假设这些条文都非常的公平，我们不希望，我相信院长或在座的先进，我们不希望真的这些条文立法院通过之后，宪警视线所被宣布违宪，会在中华民国立法上的历史，我相信院长也不愿意。所以假设这条文是合理的，不要预设立场的，不要有太多针对性，老蒋我们也愿意。第三个，刚刚黄国昌委员讲的，为什么现在还在协商？我相信这个，我知道黄国昌是法学博士，学问非常渊博。不，这不是法律，是政治。什么叫政治？政治非常动态嘛，时间可能等一下又情况又不一样，所以当然更需要今天程序上要做这样的协商。我也希望就尽量协商有结论，那能够立一个大家都符合全民，我所以讲全民，也不是符合只有符合民进党支持者的立法。我希望立法出来是大家全民能够接受的立法。好，谢谢。这个意见一样的啊，尽量不要重复了啊，就是说大家的发言内容啊，大概都一样的啊，那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大概我们所要讨论的事项，来，陈雪生委员。院长、各位总召、各位好朋友哈，其实啊，我在立法院哈是蛮温和的，我也不喜欢跟任何一位各党派的委员呐、去仇视干什么的。我拜托各位委员哈，在我们不管谈话会也好，在任何一个委员会也好，发表言论哈，不要去做针对性的刺激了哈，不雅的言论啦。过于刺激的言论啦、尽量不要伤感情。
我想我以前在我从政二十几年，我在国民大会，我天天打架，每天打架，但我现在不打架了哈。所以我每天到立法院来，我在问今天要不要打架。我不怕跟人家打架，我越战越勇，我越打越猛。所以我刚才针对我们时代哈，时代力量是许永明委员讲说，这个事情应该很快速解决啊。所以就诚如我们邓明忠委员讲的哈，这是政治，不是法律。那如果是的话，那以前国民党人数多的时候，那每天都通过一条啊，强行表决啊。今天能够谈的、能够协商的，尽量坐下来，我们就尽量坐下来。那我也问我们党团的干部同仁，你们去协商什么东西？但是回答是一条都不能协商，好，一条都不能协商。好，刚才我们举例好了，不当党产，你还没查嘛，怎么知道不当？先给他下个名义，这个就不当了。你要查了以后，法官未审先判了，是不是？你不要未审先判，要这个人抢劫，要去找证据嘛，找出来以后，这个才叫抢劫啊，哈。所以我是说，像这种议题不当啊，什么能够不要，尽量就不要嘛，是不是？那你也不要针对性，只是针对国民党啊，针对国民党啊，针对亲民党也有，民进党也有啊。亲民党以前我也是亲民党啊，亲民党党产当不当也要查啊，是不是？不要去针对性针对国民党。我们没有用党，我们用政党。党不当拿掉。哎。政党随部组织才。对，我说你这尽量为什么呢？我跟时代朋友们报告哈，因为什么？你要强行去通过有没有？真的永无宁日。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代，每天也可以通过好几条啊，人数多。以前民进党说国民党暴力，现在国民党说民进党暴力，因为大家都好朋友嘛，是不是？在议场上针锋相对，出了门大家都好朋友，啊？他们认为是好朋友。我是好朋友啊，你看我跟谁吵过架，我打架也不会输给谁，不是这个问题啦，哈。那我是说，拜托，就刚才那个我们李俊毅委员讲哈，不要就回到前面去了。我拜托我们国民党干部同仁哦，你今天要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拿出来？好，你对这个党版条例有意见的，你拿出来。那民进党这边能不能让一点嘛？比如说，93年以前，93年不行的话，因为以前已经查过了，你知道吗？民进党执政8年的时候已经查过了，查过。那现在可以就这边官房，其实这些党产关我什么事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比如说像昨天那个谁永明兄讲说国民党不要脸，我也是国民党，我哪有不要脸？我没有啊。所以这种字眼尽量不要了。刺激性的不要去那个了，好朋友嘛，我跟你有什么仇恨呢？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哈。好，那么可能在座的民进党朋友以前也齐迈兄可能也是以前也有可能是国民党的、啊，国民党党产你也用过也不一定啊，对不对？不要去那个啦，历史的共业啊，历史的共业，这里面有历史的共业在里面，我们不要去针对性的去那个，你不要给社会电视上爆出来不好的不良的示范。小朋友看了以后，哦，你们这个立法院在干什么？好、哦，我们大人给小孩子哦，这个好的一个教育，好不好？我拜托，我希望今天协商能够通过了，真的，民进党让一点，国民党这边哦，看看怎么样做。你党产拿来干什么？我们拿来干什么？跟我们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所以你们不要再骂，好吧？谢谢了哈、哦。好，这样，这个大概如果意见一样，好，赖世葆委员意见一样就尽量不要。主席各位先进，我的意见不一样哦。那个刚才李俊委员说只有3个修正案，不止哦，我们这里有12个修正案，就12个来哈、哦。这个我不反对啊、哦。怎么让这个？然后第二个这个大家都了解哈、哦。本来协商就是有招委主持协商是一种，院长主持协商一种，所以今天来讲是符合的程序。我们愿意面对，大家都了解嘛，哈，这里米家，我们已经很早，我们的党团就是说做过宣誓的，都不要了，也是所谓的党产归零，只是说这里面条文确实有些的问题盲点，大家在讨论的过程，党中今天要干，虽然讲546次啊，这546次很明显都是一面的言论嘛，我国民党言论根本你们都一直封杀，一直封杀，一直封杀啊，今天也要感谢了哈，这个我们院长愿意召集这样的一个协商。让未来的院会进行的更顺利一点。我回到，我蛮呼应刚才李鸿进委员所提到的了。其实大家共同面对，我们愿意面对，啊，但是打个马尿盖嘛，哦，罪不及妻奴嘛。这里面个贵铁代级，怎么叫我们现在来背呢？懂？我们当然不愿意背啊。为什么要背？对不对？所以我们面对，真的你们提出来了，经过时空是这样子，我们愿意面对，一条一条来看，
这里面确实有些是不妥的地方啦，因为应该打击面非常大啦。我随便举例，第四条互水组织哦，按照你们定义，你们有第十三条吹哨子条款啦，鼓励大家去检举啊，大家拢检举啊啦。台积电绝对有，怎么没有呢？台积电当中有国民党投资多少？而且你们从1934年开始解严之前，那个民间戒严时期，党跟国是不分的嘛，国家投资就是国民党投资嘛，大家嘛对。上市公司大家嘛丢，几乎啊几十家以上啦。这个民家，这个民家，我们提出这个东西，只有对这个法案是好的啦。哦，好，这样子啦啊、哦，好好简单哦。哦，简单好，就是陈宇文委员对我个人我就不回应了。不过我同意看法，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有诚意？如果真的愿意在今天院长主持的政党协商，真的想讨论出一个结果来，我希望有明确的游戏规则，因为。我看这个案由哈，一个是153页了，一个是143页哈，那更厚的到180几页啊。如果要念，那我们今天就好。所以我一直说，是不是很清楚？有个很清楚游戏规则，哪些可以讨论，真的能形成共识？那如果到一定的地步不能形成共识，那是不是大家就同意交由院会表决？那个对对，我知道。那可是我一直说，是不是不要说啊？这个政党协商，等一下讨论到最后，我们等一下中午下去，又说没有结论。马来，一六，因为哦，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21页哦，第68条啊，哦，这个未协商这个协商议案或解决争议事项，得由啊、哦、这个院长或各党团向院长请求进行党团协商，我认为这很符合啊。把一定会出席的放弃吧，那咋不会调啊？对不对？好，好，我们我等一下好吧，不要继续在这个程序上浪费时间，我们要看看我的才是啊。好，你等一下再才是没有关系、啊嗯。这个针对刚才徐永明委员所谈的，刚才我们拿到官方版本也觉得很惊讶。案有很多啦，也当出几本书啦，八回页吧，好、哦。那立法院在处理这个事的问题，你不要误会，在开始处理的时候就是逐条来嘛。你的案由就是怎样，就列入公报而已啊，啊、哦，就列入公报而已，不是案由提那个。所以案由那个你要先了解，案由请各位参考书面资料列入公报，就是如此。哦、所以这案由不可能变成任何阻碍的要件，大家心里要准备好、哦，能够借的一个体会啊。另外有史啊都是这样的，你要写一篇文章没有关系，读尽其文，怎么一本书都无所谓、哦、好，就是这样。好，来，我们好来，黄伟参考书面列入公报啊、哦。来，黄伟，爸爸，黄伟来。因为华总啊，你讲这些话我们都保留了。因为我认为说那个不是，这有议事规则呀，不能都在他、啊。这过去处理程序嘛。我是觉得要解决事情的话，哈，当然就是执政党拿出诚意出来，那国民党这边也拿出诚意出来。我跟你讲，严明在先嘛，哈。另外，国民党这边，不然，拜一个表彰，哪个会哦？国民党这边觉得有争议的条文拿出来嘛，好，按、啊、拿出来以后，大家一条一条看嘛。好。啊，你这也该管了啊！不，刚才点么声音？那李鸿钧李委员讲，我认同了。好，好来。我们认为说今天是解决问题，但是你们里面提一些。那你要不要院长叫你讲话，你再讲话？好来，来黄伟，好，我们大概好来。我刚刚举手很久了，我是一个很重视，我也很尊重大家其他人发言机会的人，所以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不会插嘴。如果今天在这里讨论，连这个基本的程序规则都守不住，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进行。第二个部分，刚刚有说啊，这是政治，不是法律。这样子的态度让我觉得很困惑。中国国民党一向的态度不是出委员会的条文是违法违宪吗？那今天突然不谈法律，要谈政治，就是要用巧的，巧出一个让你们高兴的条文，那否则不要过。这个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目的吗？我基本上的态度是，如果
针对具体针对的条文有一个清楚的动议出来，清楚的修正版本，不是把以前委员会里面所有讲过的长篇大论在这边重新复述一次。我们愿意坐在这边听，我尊重院长，那我也相信院长的才是。可是如果今天坐在这边只是打算纯粹的虚耗时间，虚耗大家的精力，没有瞧出一个让中国国民党高兴的条文，大家不要离开院会，不要进行，那时代力量绝对不奉陪。好，讲一下我刚刚的用意，不是要瞧出国民党满意的条文，我刚刚到最后的结论是瞧出能够让中华民国2300万人民能够接受的条文，也不是你时代力量看到高兴的条文。谢谢。好，我们不必再讲这一些，不要再情绪性的发言，好不好？让好，这样子了啊。协商本来就是桥了，没有什么大，就是桥吧。这个我们今天的协商的进行都有录音、逐字稿啊。我们一协商结束，整个就对外公开啊，所以过程其实是透明的啊。我这一点现在跟大家做说明啊。第二点，民主进步党党团提出的协商基本上是实质内容逐条的协商哦。我看刚才听民主进步党的柯总召提出的意见是这个样子。那么进入到实质的协商，我看亲民党也没有反对嘛。徐永明委员刚才也支持这个样子啊，黄国昌也是这个样子，国民党党团也是支持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我们把没有争议的部分，啊，也不必在院会浪费时间，既然是一样，啊，那就不必浪费时间。那针对大家意见比较不一样的条文，大家来沟通看看有没有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个内涵然后在院会减少彼此之间在院会的一种对立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试着进行。那黄国昌委员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协商有没有涉及程序啦如果协商不成，那一切还是回归院会的程序来处理，这个没有共识啦还是回归这个院会的程序来处理，我想这个没有任何的疑义啦那每一个党团在这里都可以表示意见，也都可以协商，没有共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不能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来处理这个敏感的问题啦取得2300万的人民的支持，四个政党党团都得到人民的支持，我觉得才是现在协商的目的啦所以我想，我们就依照刚才大家的看法，我们是不是？逐条来协商。那大家如果觉得这一条真的没有意见，我们就把它让过进入到比较实质有意见的部分再来做讨论，然后再来做协商它的文字怎么修正。我这样的一个进行方式，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接受？好，来补充一下。我想大家经过这样讨论都很沉淀的嘛刚才郑中委员谈到归零透明化大方向 ，OK， 我们就等一下，我们就照这个方向大家来看待。所以这曹伟祥是这样，起码一共只有剩下12条没有共识。换句话，民党34条扩到12条，还有22条是你们没有意见。那将来在假如今天不管协商这12条以后，剩下6条、5条也罢，是应该针对没有共识部分来表决，我想这个大家先确定一下，不要说逐条再要给要求上没什么意思了，你也会前言不对后语的。既然讲的都这么清楚嘛，那你的版本也很清楚嘛，就赶快的五分，然后用无意见最推出来分，不要紧，无意见的应该是医药不是在院会再处理一次的，这样好不好？好来。院长各位协商的代表我也简单的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条文我们大概推了2种的修正动议，
啊，一个就是你们所谓的几百页的那个部分，那另外就是个别的委员也提出了针对某一个条文的一个修正动议，啊，这个有两种，啊，并不是胡乱的提出。那我在这里很正式的跟院长提议啊，我们针对的条文包括第一个名称的这个争议啊，我们建议啊。改成党产调查去啊，现在是要进入的吗？没有，我先表达我认为，因为你们一直说到底你们要哪几条嘛，我就告诉你嘛。院长，我刚才谈的问题先切进好不好？哪一个？对，那个是最实质的问题吧。对啊，我们刚刚主席所谈的啦。没有，刚才我提的。嘛，这个。某一言某一行，行跟边啊，你要被表哈。这个了，这个廖委，经过院会处理嘛，你不要。廖委，我们只是表达而已。好，行一节。我知道了，廖委，你现在已经进入要实质协商的内涵了啦。你讲的，你可以在进入这一条的时候，你来表示意见。啊，我们先把一些原则确认一下了，好不？啊不，我们这个协商到最后啊，结果到下午五点，然后大家啊有一条没有共识啊，前面从早上到现在所有时间都浪费掉，我觉得。哦，刚才时代力量讲的也有道理了哦。既然大家坐下来要来协商，总是有一些有共同意见。那这个在院会有共同意见，我们就大家不要有意见。那针对有意见的部分，大家在院会再来讨论，你们要怎么依照程序来处理。那是有意见的部分。啊，这样我们协商才会有一个大家坐在这嘛，各有一个工钱。啊，如果说。协商之后没有意见的到院会又变成有意见，那今天在这个一定会有，到最后不可能十二条全部都没有意见的哦，一定会到院会，大家哦，你们会提修正案，会怎么做啊？这个大家都尊重，因为这个不没有共识嘛。那有共识的部分，基本上到院会就不要再哦在那里处理，就是大家都没有意见，安尼咱这里协商到意义啦， okay. 院长。哦好，那我再倒回来说，刚刚我已经告诉你了嘛，我们已经提出我们的修正动议了嘛。对，你们是不是就是针对修正动议来处理啊？不是啦，你如果提出，我们现在展开核心思想了。哎，赖世华委员、林天乐委员都是资深委员，黄昭顺这些都，黄永泰大家都资深委员啦。立委和朝野经过朝野协商，我只哪一次说朝野协商以后，每一条就来重新再重新开始，应该没有这个案例吧？对不对？好，我们先确定这个。好，来，好来。标准综合交易法，等一下我讲完。在这里协商七十四条文做三天，只剩两条，后来就那两条表决，这才是协商啊。这不是在演戏，演一演之后就重新再来，这样大家不大好了。也过去也没有这样的处理过了。说这个是核心事项，大家接人到艺术，对吧？这种决定，我相信了、啊。你找过去哪一个案例说协商以后就？要翻从每一条都重新来，应该是，假如说真的有一两条，那当然是合理，我们可以忍受吧。阮先，安尼无？党团退休五分钟，阮来边仔研究一下，再过来讲。我安尼合众道义。我跟你讲哦，一卡来一卡关哦，这代志阮。好，这样子啦哦，各党团想一下啦哦。我提一下。好来。休息十分钟。妈，等一下，好，一光说，我那。因为国民党建议说他们要再讨论一下，所以我建议说。各党团是不是想清楚？对了，先把游戏规则定下来。哦，这个游戏规则前面讲，讨论到什么状况就停。哦，第二个。十点才搁开啦。来。来。林德福委员，我把它讲完哈。第二个是不是真的照刚才柯总召建议的，有共识的部分，以后就不要再翻案了。啊，如果说没有，我们不同意这个，那我觉得这个会好，我这样子啦啊。现在好，游戏规则讲清楚。好，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家都有诚意啊，啊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有效率的来进行整个的议事啊。那么啊，有鉴于过去协商，就是针对有共识的部分啊，我们在议场里面啊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不必再讨论；没有共识的部分，就依照。啊，院会的程序啊，不管大家提修正动议还是什么案子，就依程序来办理。啊，我们这个协商才有它实质的效果。那为了让这个有实质的效果，大家现阶段还没有办法来决定能不能依照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休息啊，到十一点
让各党团把这个想清楚。现在我插一句哈，要休息以前哦，我提了12个案子了哈。假如一个极端十二个修正案你们都不接受，我大方向同意你刚刚所提到的说，好，哎，没有争议的34减12、22条都更必要。对。但是这12条，你们不可以用。啊！停止发言，进行表决，不能搞这个东西哦，对不对？大家各让一步嘛，我们其他就其他都不让给你了，其他都让给你，你不能够扯这个东西。等一下，我讲一下好不好？那选在哪边啊？那今晚好，不要紧啦，不要激动了，不要激动。这样，我们今天哦，很有诚意跟你谈。谈到晚上12点，我们还会在这里。好，咱们共同和二共，对吧？没了，不是了。今天就是说，对不起，就是说你们的发言，你们要进行发言，也要按议事程序来。按照议事程序，对啊。对啊，那你们不要那种一下子第三个就把它干掉了，不能这样子啊。他讲好嘛，那你们要讲多久？也不要紧了，你们讲事先可以讲，大家也要讲，大家可以讲，大家可以协商一下，协商一下，我当然要协商一下，好不好？可以，协商，不会说不让你们发言嘛，但是大家对啊，不会了，不能不要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正当法律程序我们都会忍受了，好不好？针对那影响重要的是郑明忠的发言呐，当场归零啊，透明化，那大家用这个方向来讨论嘛，好不好？不是啦，怕就不要来了。这个有争议的部分，你们要怎么发言？不要紧啦，大家有哪讲，我再讲，我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对啦，啊，意思从这个讲啦，不啦，用诚意来，好不？赖伟，赖伟，我无赞成，我不能走去啊。听得出来啦。大概柯总召大概愿意拿出来了，现在就是您东来，你也自己爱，对吧？是这样子的哦。这个花园是这样子的哦，就是讲，不能没有限制的哦，你没有限制这个，好，迄阵阮，迄个赵成志、赵成委员，迄阵咱第二届、第三届，阮嘛是发言，发言恁都提出。停止讨论还是都有啦，但是不要说人家讲一两个我们就停止，这个不好啦哦。但是还是要让大家充分表示意见，但不能因为这大家会当登记有够多啊，当聊的爱讲要一天，哎，这个就哎不是啦，还是要一点道理啦，这个是游戏规则。哎啦，为什么一开始提出那个问题？对，其实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不要成立行政院下面的那些东西。马那个可以讨论啊。但是我们在委员会就发生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讲了没多久，他们就说要表决。马阿弟，你们看要讲多久啊？没有讲多久，要讲多久啊？我们没有讲多久，你们以前站台，我们没有。没有关系啊，要讲多久？好啦，咱先休息，恁讨论，恁想一下，看恁想讲要讲偌久，啊，大家不得敲啦，那个来敲，那个来敲，安尼好不好？好，安尼来敲，好，再一点啦哈。来，好来啊。我们亲民党两位啊，这个EJA啊，好，那来请坐。不晓得啊，国民党党团刚才对于啊，就是刚才的建议哦，不知道党团的意见怎么样？是不是当请德武兄来表示一下？我想哦，这个我们可以把。里面有一些内容，大家这个一面探讨一面讲啊，就是说啊，这个探讨到最后，我们看里面的内容结果是怎么样哦。因为我感觉讲，你有一挂重要的，你若讲大家都没有取得共识，你讲我们要哪给你配合啊？就是说大家要是认为说，因为我们要一面谈，因为这个谈其实。我们已经有提一些版本，然后看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啊，我嘛袂甲人啰里吧嗦啦，反正你若你讲会使会使，啊袂使，大家搁研究。啊，若坚持说不行，对不？到最后当然再来做一个定夺。啊，无你讲我即马该答应啥答应啥，啊答应应的，结果你要的全部都要走了，啊我们要的也拿不到。啊，我不会跟你说百分之百，因为。但是把我提十二条嘛，对不？哦，啊，我马上够其他党团马上够提一寡党团的意见嘛。啊，小模嘛，大家就是谈看看，谈到最后看有没有能够取得一个大体的共识。
啊，你若讲啊，都代替会使接收的，那当然我们就会配合。啊，你要是说根本，哦，这个有一些你们绝对坚持啊，我们也坚持的啊，还没让黄龙达成共识，对不？但是这会使谈，因为你无谈哪会知影，对不？所以国民党党团的意思就是讲，纵然没有大家都没有意见，啊、哦，不必修正的案子啊，哦，就是讲大家拢一致啊，觉得这一条没有问题，啊、哦，那就是到院会，其他没有谈成，这个也是要重新再来谈的，对不？就是讲还是要依程序，不讲啊，大家都有共识就没有。主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取得，尤其我们党团很坚持的部分，啊，你说今天没有达到大家的一个共识，哦，我们有法度人接受的，啊，你讲叫我讲，甲你安怎配合？我相信啦，表决最后绝对是多数的赢啦。但是我认为说，你最起码，哦，这个部分我们该坚持的，我们没有立场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对我们很多啊这个支持者的交代。好，我了解你的意思。来，柯总召，你有什么意见吗？安尼啦吼，所谓草案协商，一定是公开话无？对啊，就是安尼啊。啊，未话，迄几条就要来表决。我举一个例子啦吼，当年升国教的时候，103年啦，临时会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不，也引到一边啦，然后去了四条啦，王院长以及洪秀柱副院长，他们等。各党团坐下来啊，坐了三天了、啊，剩下两条，后来就让两条表决，按不到意思，啊，我知你意思，但你讲啊，都我们第一拢无，啊，都规个副会长来，嘿，太极端了。啊，你也无讲啊。无啦，哎呦，我袂谈嘛。那我知啊，先大概有一寡默契叫原则啦，啊，这原则就是讲吼，顶个无法度的。对不对？不要管嘛，啊，迄无共款金融单嘛。对啊。但是吼、哦，莫讲逐条过来不要管啦，那么拢了时间，到最后结果大家都是一样嘛。你要表现的是核心价值的问题嘛，不是那个程序性的问题也来表决，你再去提案说明，再去说明，立马排够，我们来不讲下面，对不？大家看，哦，看阿萨利耶，对不？那就有牵连性的，我看到了，哦，不要紧。我卖讲想，逐条拢好，咱无咱坐一只无意思的。希望着有一寡方向，安尼较好啦。我知啊，啊就那谈嘛，谈看卖，大家有意见的先提边啊，啊若无意见。啊来，顾诶。就是讲，众圣公每一条都要表决，那有没有可能先谈一个，说你们发言，哦，每一条你们的发言是多久啊？几个人次，然后大家可以来表决。因为你如果说连这个。大家发，如果你每一个都要交土政策啊，这个其实等一下我看谈下去也谈不成。刚刚不是有提到，除了说有没有可能共识的，大家没有争议的先拿出来，这刚刚我们一直坚持的这一个点。那、啊、另外你假设说啊，你说我们等一下谈一谈，大家好像对核心的部分没办法谈了啊，你们都每一条都要表决，因为、啊、每一条表决，我们不会跟你说拉扯很多时间，但是我认为该我们表达阐述的，我们都应该要讲。这也是我们本来就要对支持我们的一个交代。是啊是啊，那这样的话，你们的表达也有没有一个想法？我们不会跟你说，我跟你讲啦，你几啊天的时间哦，无可能拖遐尼久啦，啊免惊啦，啊你着重视，大家到尾你有取得一个共识，看阮拢总几个人去表达，上无嘛分阐述清楚。好啦，对不？我听有啦。是啊，不是，啊，阮不是迄落讲年后的年尾的，阮袂安尼啦，我跟你讲。做代志是绝对原则，就讲你这个物件，当初迄阵立德华，我再跟讲啊，讲清楚，讲得很清楚嘛。它里面就是很多的，根本就是违法违宪嘛。如果这样子的啊，委员，如果做这个样子的，就是讲我们把保留的条款啊，恁尽量增加啦，好，因为即马要谈讲啊，逐条拢是无拢搁定来就对啦，那没有谈就定来，那这个感觉就不好。但是恁会当噶，你们可以把想要在院会保留到院会再讨论的条文，哦，你唔是十二条，你会当十五条、十八条，
你了解我意思无？但有一寡物件嘛，不必这个一看就知道不必讨论的。咱嘛讲有一个协商的诚意嘛，好、哦、啊，好、哦、这样子双方各退一步啦，哦，那这样子会比较好啦，好、哦。两个共同。啦，哦。你先来。哎。啊，你不要过来哦，不要那花园不要去弄尊重了，对不对？是啦，是啦。花园要讲几摆，讲几个。啊，那花园要讲多少次啊？现在后边再讲，哎，因为你讲了，那个没有问题啦，一定要保障。你讲叫大家拢不要讲了，院长指挥，我们先谈完嘛。你讲院长不？院长，你讲哦，一条大家拢不要讲，还无可能啦。你逼你，你人去讲讲啊，大家讲无意思，上官拢讲无意思啊。核心条文你都要怎么谈？你们多讲一两一两次也无所谓啦，但是大家要是基本的吼，强烈叫约束啦，啊，尽量尊重你不要紧啦。啊，这另外也不是讲今天才开始的，过去什么情形拢无法发生的。啊，咱今仔一家讲唔靠靠意思，大家靠诚意。啊，今仔十二点也不要紧，哦，咱唔，咱我哪讲？但是一定吼，莫讲到最后大行拢否定，那是啦，那唔好啦，吼。是啦。啊，到最后嘛是了时间啦。院长，各位同仁哈，其实我跟院长报告，那个柯总都讲得很好。其实哦，我也不希望啊，这个案子哈、哦、再拖了。哦，当然国民党去挡这个案子一定有压力嘛，党内同仁也有压力，我想民进党内部也有他的压力的哈、哦。那我是希望就是说，能够表决有很多种啊，表决有一种意识的拖延啦、啊、延宕啦、啊，或者情绪性的啦，哈、哦。那当然能够和平解决的方式表决，速度很快嘛，这边也会节制发言，你那边也会节制发言，案子让他很快的通过，这也是一种方式。这表决那天晚上100多条都表决了，哦，难道会怕这几十条吗？这表决让他去表决嘛，哈、哦，这个没有关系。那我现在是讲哈、哦，如果那十几条、二十条在这边一样一样协商，比如说国民党提出十几条来，你这边一样一样协商有没有？那么多人哦，在这边又这个又比较麻烦一点。我建议是不是少数人哦，三个对三个，四个对四个哈、哦，去聊一聊嘛，你们去聊一聊你的困难，他的困难去聊一下。你在那边讨论每一条要讨论很久，你不相信你每一条拿来讨论，这个有一个意见，那里有个意见。你们的困难在哪里？这边的困难在哪里？各自回去哦，去讲一下，我觉得会比较好了。你们不然你们一条一条来嘛，一条一条来，你看好了，一条一条，每一条都要拖很久，等一下。我们这里也希望赶快过，才十二条耶，才十二条耶。党产条例，我们希望赶快过啊。我们尽量控制啊。那是既然来的人哦，就是啊，就这种超想谁来都可以，不要说控制人数，我要跟你讲，好，我们会节制的。好，谢谢。好，怎么样，德武兄？德武兄，安内塞呗，就是讲你可以把你们想保留的案子啊、哦，好。然后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善意，就是讲好，众人五条无意见，啊五条就免讨论安尼，这个只是一种互相之间的善意，哎呀、啊。啊，你也该讲啊，要淡水淡。这样子好不好？那个我们把案子，我请廖国栋再全部再整理一次，再看一次，各看一摆啦。哦，你各看好。我各看一摆啦。好啊，可以。你卖讲迄个十二条、几条安尼来迄、那个。对啦，我的意思就是讲。你要二十条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总是有几条我们都没有意见。安尼啊，好啊，那个就是善意嘛。你停诶。那你要看一下，不要紧。我们等一下。那讲十二条变十三条、十四条，我们忍受啦。对啦，对。啊，上好十二条变到六条安尼好啦，吼、哦，拜托啦。啊，你等于情况嘛，平常两点才来啦，安好无？那第二哦，第二。讲到十二点哦，大家要注意啊，好。啊，第二，好，不要紧，第二个大家签稿了哦。您整合好，不要紧。协商可以，老掉了，好不？就是协商还是有协商的对象，他都要陈雪生委员建议那个啊、哦，就是讲或许也可以协商，不必啊，这么多人了哦。那么反正我们的广泛讨论现在有登记五六十个啦。那下午就不是不是广泛讨论，和因讲无要紧嘛？无啦，无，没有啊，没有，今天就在这里协商，礼拜一才开始啊。因为广泛讨论是只是一种讨论呐啊，那下礼拜基本都无有啊，我们讲啊。共识广泛讨论就不要再出来讲，对啊，没有意思。好，火气很大，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啦，好，那别人和谈，你别人修剪，那啊，不然这样子啦哦，啊，还不行啊，好，没有关系。
不然这样子啦啊。两点半。两点半。等一下。拜托，那就好，那就好啦，好，拜托的，好。你想我，我经历掉，好，两点半，我们就拜托国民党党团稍微做一个整理啦啊。那我们就是两，不是，那你开会时间是两点半嘛？那你开会时间是两点半。那要点半啦。好，那两点半啊，我们继续协商。那国民党党团这里稍微整理一下啦啊，那可以。不必处理的，要处理的，那我们就来讨论要处理的部分啦。好，啊，我们就约定，哦，就是讲，协商没有结论，就依照你们保留有问题的部分，我们就依院会的程序办理。那没有问题的部分，我们就大家都没有意见这样子。好，对对对，啊，你好嘛。啊，哎，还有什么？院长，我建议哦，要多少条？你们回去讨论了。院长，我建议协商之前，他们弄个会前会嘛。那个会前会，那个你们会很多次，你们去会很多次，没关系。你们私底下处理的，天天在会啊，什么？天天都有在会啊。就是两点半，我们在召集党团的协商会议。那国民党党团把他们觉得啊有意义的部分、有问题、有意义的部分。那进行讨论了，那没有意义的部分啊，到院会我们就保留没有意义。那有意义协商好的就进入到没有意义的部分嘛。有意义如果协商不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我们就在院会议程序处理。来，等一下，我讲一下，等一下。好，就这样子吧。有四个字大家清楚，气候纯青，好不好？拜托。啊，两点半来哈。啊，先准备，咱只要十二点，我赶紧就不要紧，哎，好不？但是哈，伊都惊，因为那卖讲一手和谈，一手在那边打架哈，因为又不属于其他不参加的，先回去好不好？好，好，安尼好不？好，那院长就宣告一下，先去协商就好了嘛。我们回去整理一下了，回去整理一下了哈。啊，哎，气候纯青拜托的哈，气候纯青啦，纯六条，十二条变六条就好了，好，安尼好不？我等下甲院会讲，现在继续开会啦哦，然后讨论事项第一案尚在协商，继续休息协商啦哦，那就先休息啦。啊，那么因为咱这期从现在到礼拜五晚上是一次会，所以没有所谓散会的啦哦，都在休息的啦哈。好，两点半哦，啊，希望有好结果啦哈。好。这也这样，几个人要去？现在要走就现在走，两点十分我地方有一个好，可能我给钱，给钱。我们现在哦，拜拜，就是交通很拉顾客。都不会修，是纯纯。